段迎峰正在必走整条街的人，控制了毒品市场，到时候城寨就是我们的大本营。我一会儿约了杨竹鸾去福利会，他暂时对我没什么戒心，到时候我们可以杀他个措手不及。到底有没有办法可以对付杨竹鸾的铁布衫呢？杨竹鸾一定安排了杀手在城寨进出口埋伏。如果我们贸然过去，没找到杨竹鸾，已经被杀手伏击了。我们不能进城寨，他们一样要做生意。白粉一定要运出去，我们就在城寨外面断他的路。 你这样，你爸爸我很心疼。你别再说这两个字。你不吃东西，喝口水。你看看你，嘴唇都干了。过一会儿，我再拿些东西给你吃。 能不能想到怎么破杨竹兰的铁布衫？真不知道他的罩门在什么位置。有人，德利，德利，怎么了？他晕了，坐下。来，他怎么样？还好，找到你们。你怎么样啊？啊，德利，怎么样？他伤得很重啊。一直跟着这个受伤的蟑螂，果然找到你在哪儿。 丢兰，丢兰，丢兰，怎么样？丢兰，丢兰。秦卫，你一定很久没做杀手了。杨竹鸾，你真不是人，亲生女儿你都毒。亲生女儿又怎么样？只要达到目的，牺牲谁都可以。娘！
丢兰，丢兰，丢兰！天干先生，能不能找到他们？我们到了那家天台拳馆，他们全都已经走了，其他兄弟现在还在外面找。一个瞎子，一个重伤，应该不会跑得太远，去附近的医院和诊所看看。明天是不是还照原定计划把东城所有街坊赶走？外面有十几个字头等着进来，不能再拖，一切照原定计划进行，谁敢反抗杀。是。医生，他现在怎么样？病人头部受到猛烈撞击，可能会昏迷一段时间。他什么时候才会醒啊？医生，医生，我求你，你救救他，救救他！能不能醒来要看病人的求生意志，可能过了今晚就能醒来，也有可能一直都不醒。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师妹，放心，刁兰很坚强，他会没事的。我知道刁兰不会在这个时候扔下我们，撑住我。刁兰，我是玄老，你能不能听见我说话？别睡了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起来啊，刁兰。刁兰，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生死关头，无论多辛苦，我们都能熬过去。这次也不会例外。我们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一个个的离开，这条路已经很难走了，刁兰。你回答我，刁兰，你能不能听到啊？我跟你说话，刁兰，刁兰，你别扔下我，刁兰，你扔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了，刁兰。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有事，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他根本保护不了你。我不是要一个功夫很好的人，我是要一个我真心喜欢的人。玄老，你放手啊！不放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让你有事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放。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说过我这辈子都不会放开你。如果你不醒来的话，我就在这里陪你，我一直都陪着你。下午是不是有个受了伤的女孩送了进来？跟她一起来的男人是瞎的，我来看。你等一下，我先查一查。刁兰，刁兰，刁兰，醒醒！刁兰，听见我说话了吧？快醒啊！啊，是，1306号病房，在那边。谢谢护士。刁兰，醒醒！杨淑兰来了，听见我说话了吧？右边是储物室。你醒了，刁兰，快躲进去。
我们去哪里？去找雅老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不舒服？没事，我有点头晕而已。你知不知道医生刚才把你说的多严重？说你可能一辈子都醒不了。这么夸张？我身经百战，这样摔下来小事一桩。但是有件事我想问你，你抓着杨竹鸾跳下来的时候，是不是看到什么了？怎么这么问？没有啊，我真的想不起来。我只记得他摔下楼之后，没多久他又站起来了。我只记得这些。别想那么多了，等找到他们再研究。嗯。走啊！走啊！幽兰怎么样？神父给他吃了药，现在退烧了，他睡得很香。没想到刁兰会抓着杨竹鸾一起跳下楼，幸好他现在没事。什么事啊？神父帮帮我们，我们一分钱都没带出来。外面这么吵，没有钱看病啊。神父请你帮老人家包扎一下，求求你啊，这些食物给小朋友啊。先进来，先进来。怎么了？全老，你在这儿就好了，城寨没了你不行啊，快回去救救大家。雅老，不过我们街坊这么信任你，你看现在让波仔高牢弄的城寨什么样子？大家能不能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波仔高牢找了群人，杀人放火，赶我们走啊！你还好我们跑得快，不然一定都死了。我们回去，跟他拼了！神父，我在这儿，麻烦你帮忙照顾街坊，还有刁兰。你们就三个人，你们现在这样回去，不是送死吗？神父，你帮我们祈祷。天主会保佑我们的。刁兰，我一定会回来的，等我。走，打！我从我爷爷那代就住在城寨，你打死我也不走，不走是吧？哎，不要，别打他！我跟你拼了！有我们在，你们别指望碰街坊一根汗毛。波仔高老在城寨大开杀戒，不过全老雅老他们回去救街坊了。哎，你先别走，你刚睡醒，药力还没有散，现在出去很危险的。他们去帮忙，我不能坐在这里。你们躲起来，他们目标是我。Thank you.
谢谢。他来了。刁兰呢？他不敢来，你找不到他的。我们能回来城寨，就有办法对付你。既然你们这么想死在城寨，我是成全你们。刚才在教堂被杀手追杀，反而让我想起来摔下楼看见的事。杨竹鸾摔下楼，他要运功疗伤，我看见他把罩门转移，所以他现在的罩门在腋下的张文学。他怕我知道他的秘密，所以特地去医院杀我。我应该早点把你杀了。好，他罩门在哪里？做对鬼夫妻吧，在葫芦。城寨插旗赚大钱的话，
帮我搞定这帮碍手碍脚的人。嗯，城寨人人都有份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站出来？是。我早就说过，只要大家齐心，肯站出来，就没人能欺负我们。你赶紧过来！你害死这么多人，是时候要还了。你死十次都不够。别过来，放开他！杨朱鸾，你跑不掉了。你不是说自己有情有义吗？你也不想他有事啊？我要安全离开城寨，走开！别伤害无辜的人，放了他，我愿意做你的人质。不要，全老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去死吧！全老，我会让你有事的，快点出手，动手啊！会长，会长，你好，你好，慢慢走啊。会长早，你好，慢慢走啊。哎，会长，你好，哪有你特地过来啊？好，来看看大家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。不用麻烦你了，我们自己的事自己做。说真的，真要谢谢你们，要不是你们搞定了杨竹鸾，我们哪能这么快回家？其实这件事是因我而起，才弄得大家这样。过去的别再提了，我们谁没做错过啊？就是，没错。最重要，你以后做会长，搞好福利会，搞好城寨。没错，元老，你看大家多支持你啊！嗯，谢谢大家支持。以后必得了个叶辉，就是城寨福利会的副会长。好啊，我们三个会一起搞好城寨。副会长，这就好了，城寨以后就靠你们了。我们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放心，以后有什么事，包在我必得了身上。嗯，好，好，这句话说最好。你来了，我已经走得很轻了，这也知道是我。其他人我不知道，但是你，我一定感应到。逞能？不是逞能，我经常在这儿坐着，这有什么风吹草动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城寨这几个月变得翻天覆地，但是这里完全没有痕迹。那就代表。无论多大的事都好，太阳也一样会升起。没什么是放不下的。没痕迹，不代表没发生过。我叫你找的东西呢？你找到没有？你干嘛不给我？你是不是穿了这双绣花鞋，就会离开？你记不记得贾辰临死之前，他跟我说了一些话？我们做杀手的都是作孽的人，不会有好下场。从你杀赵梦山那天起，就已经注定了，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幸福，孤独终老，不得好。
好死。他诅咒我，我永远都不会有幸福。就是说，你要跟我道别。我也相信我不会有幸福。与其到最坏，不如在最好的时候放下。刁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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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刁兰。刁兰，刁兰，为什么我留不住你？真的可以感觉到你，虽然我眼睛看不见东西，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再看见东西，但是现在我的鼻子可以闻到，我的耳朵可以听到，我的双手还可以抓紧你。我们可以天天见面，我们可以天天聊天，天天抱着你，好不好？知不知道这几天我想了很久，迎风没了花蔓，太婆没了城户，他们最爱的人都不在身边，我们不是比他们幸福吗？我每一天都是赚回来的，我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有，所以我不应该想这么多。我很想跟你一起继续走下去，我想穿着你送我的绣花鞋，跟你一起走每一步，好不好？不是亲啊，那次是帮你冷静下来，找赵门道。这也叫冷静啊？你知不知道你亲我的时候，我心跳加速，哇，热血沸腾啊！但是我真的不会形容。来啊，再亲我一次啊！我不行，如果你一会儿再兴奋，出了事怎么办？我都没试过出事，出事是怎么样的？
同一招的天王托塔，段家八极，绵里藏针，专攻颈部。段家灵巧，招家霸道，阿杀手也是专攻人眼睛。终于交换了招家跟段家所有的八极招式。真神奇，明明是八极，偏偏不一样。好了，没什么时间了，看来午餐也要上船吃了，不然再留几天吧。不行啊，答应了妙婆婆一定要去的，不去啊吵翻天。那你们两个老实交代啊，去完澳门之后还会再去哪里？我已经把招家八极全部都传授给雅老了，所以短期内我们不会回来了。练功夫呢有三个阶段的嘛，见自己，见天地，见众生。是时候啊，你们两个出去见见天地了。我现在看不见了，见天地呢就要靠他了。至于见众生，雅老，教八极这么辛苦，全靠你了。无所谓，我一向不怕吃亏。哎，得力，少旭旭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还没好呢。今天雕兰跟全老要走了吗？我当然要亲口跟他说声谢谢。跟我没关系，是你自己本事。柯德利，撑住，龙城虎不想你死的。记住啊，到了澳门写信回来报平安。对了，要看住太婆，知不知道？别让她动不动就打架。当然。臭小子，你连我都敢说是吧？好，现在我决定教德利练功夫，等你回来我打趴下你。哦，看看怎么样。嘿，我儿，你们两个如果城寨再有什么事的话，会不会马上回来帮忙？会有什么事啊？吐口水重说。大家放心，无论我到哪里，城寨都是我的家，有事的话就一定会回来。我相信城寨会有自己的路。过来看啊！喂，小哥，喂，新开张，来看啊，哎、来试试啊！啊喂，小哥，您来这看看吧，送叶青呢，送叶青啊！哎，进来，进来，快进来吃吧！哇，哇好好吃啊！等等，等等，我呢，今天就祝太婆和德利新店开张，赚的金银满屋啊！好，祝你大展宏图，生意兴隆，考坤卡！祝你一本万利啊，太婆！考坤卡！我就祝你天天有苍蝇拍！我去！先听我说完嘛。东西要好吃才有苍蝇来吗？既然来了就拍死他。我想连你都拍死啊。哎呀，一看这些菜就知道很好吃啦。嗯，还是你嘴甜好吃哩。全包宴呢就谢谢每人一块半，再加两碟生虾，再加四块。哇，这顿不是你请的吗？是啊，现在我打开门做生意，这个价钱不值吗？值。香港人呢喜欢吃味道浓的东西，泰国菜这盘生意可以做。我打算以后呢把九龙城变成小泰国。我预祝你们成功。靠坤卡，太婆，你真跟刁兰是同一类人呢，一样是这么贪钱的。会贪钱的人做事才有动力吗？说得对。说起刁兰，他说会回来看我们的。是啊，这几年啊影子都不见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。是啊。小猫不见了啊！你有没有到处找找啊？有啊，我找了整家餐馆都没看到它。城寨最近有些人很喜欢抓狗吃。我去你的！我出去找小猫。哎，我陪你。听街坊说啊，有几个城外人抓了只唐狗来这里，一定是他们抓了小猫。住手！干什么？把小猫放了。猫？这是狗啊！你是不是傻的？大婶，赶快带你的傻丫头走吧，别妨碍我们吃肉。那这是你们自找的啊！呀呀呀！我别再让我看你们抓狗，不然我打断你们的腿。小猫，小猫你怎么样啊？小猫看你的泰拳打得这么好，一定很开心。小猫，以后啊，你不许乱跑了。
我们呢，以后要好好孝顺阿妹。马步共锤，发劲三下，一，嗨，二，嗨，三，嗨。谁是段云峰？我要挑战你。告诉我，谁是段云峰？啊，你个小家伙，你是谁呀？来踢馆呢？哎，小孩子而已。小朋友，我就是段云峰，你想怎么样？我来见识段家八极的，请。你不够资格跟我师父打，让我来。那我先打败你，再打败你师父。走了，哥，不行，今天没分出胜负，怎么都不走。是不是想回家打屁股啊？回家。你别走啊，我们择日再比。你这么能打，难道是我命中注定的对手？我说你命中注定输给我才对啊。小朋友，你师父是谁啊？他师父就是我，全长老。各位师兄弟好。师父。嗯，怎么样，我徒弟还行吧？臭小子，回来香港叫我们去接船嘛，这样才能试出你们有没有好好的学真功夫。你们只是输给我们昭家一招半招而已。是吗？刚才我看见我们段家好像赢了你们很多招，需不需要亲自下场试试？又来啊？不要啦。那倒是，打了这么多次你不烦我也烦了。喂，刁兰没跟你一起回来吗？他在哪儿？刁兰他已经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对不起啊，我迟到。我想翻嚟见你哋好耐。我等了你很久了。不过，电影快完了。不要紧，我下次带你去看保罗纽曼的新电影。他那双蓝眼珠真的很像我在美国见到的帅哥医生。有多帅啊？我的心停了也会再跳。如果没有 Hamilton 医生给我做手术，我怎么能在这里跟你说话？这么巧啊，我在医院做完手术，我一睁开眼睛的时候就让我看见一个身材很好的护士，我马上就用行动去报答她。嗯？哼！嗯！哼哼哼！是啊，虽然医生是很帅，但是也没你帅。虽然那个护士身材很好，但我还是喜欢骨头多一点手感。嗯，猛虎硬爬山。这招不是打这里的。打哪里啊？这里。行过每段路，行进夜幕，去找消失的国度。而幸福总太远，尘埃满布，站近些近难目睹。曾亦跌倒，迷惘急躁，才决定情愿一个去住进荒岛。曾行错那段路，情想倾慕。
都收不到信号，而梦想总太远，前方太暗，在那一处沉落透，逃避追到才会心高气傲，从未知道你是最好，难道关上耳才听到的真夜梦，潮水赶路太多伤心感叹号，而幸福总太远，尘埃满布，直到伤